内平安。阿门。我们把圣经打到雅各书，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五节，第一章第十五节，神知道我们只要靠律法就生私欲，私欲就怀里才生出罪，罪即长成就生出死。为什么有人嘴上说信耶稣还有罪？就是因为他靠律法，属肉体的靠律法，只要靠律法天天生私欲，私欲即怀里才就生出罪，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是不是啊？所以他一辈子都在罪里，因为他没有方法，他的方法不对。神给我们的信主之法他不使用，他用什么法呢？立功之法。越守律法就越生私欲，越生私欲他私欲就怀胎生出罪，对不对？十五节找到吗？一章十五节咱们一同来读，一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好，就读到这个，就十五节啊。感谢主的恩典。私欲既怀了胎能生出什么呢？罪。罪既长成能生出什么呢？死。死后前又怎样？审判完往哪扔呢？一个就有两条路可以走，整个这个救恩呐、啊，是吧？在圣经里就出现两条路，一条是救恩的路，一条是死亡的路。你可以选一条，你往哪儿走？私欲怎么来的？私欲从哪来的？律法来的。你要是不属肉体，能不能守律法？你就不会守律法。你属灵的人，你不会守律法。你守律法的结果是什么？因律法而生的私欲，因律法而生的私欲，是不是啊？嗯，在哪里发动的？肉体，在地上尸体，不是肉体，尸体在干什么呢？发动，以致结成什么？死亡。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对不对？也是结成死亡的果子，因律法而生的罪。那么私欲既怀胎就生出罪，这一连串的，你只要在律法里头，紧接就生私欲，私欲既怀胎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这是绝对不客气的。你只要迎合这条件，就生出私欲来。神这样说，有没有人能够在乎神的话啊？有没有人在乎神的话？是不是很少有人在乎这话？你看在网上攻击我说王浩讲错了，他说律法不守了，那守律法他说是错的。你说这个攻击我的人明没明白？没有没有。神是叫我们去守律法还是不去守？不去守。神知不知道我只要去守律法就生私欲啊？知道啊。神这个律法是给那些属肉体的人设立的，对，不是给属灵的人设立的，对不对？对。给属肉体的设立的目的就是叫他，就是告诉他，你只要守律法你就能生私欲，私欲既怀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死。死完就受审判，审判完就扔到地狱里，是不是？就给那些属血气的人，属肉体的人，是不是属血气啊？属肉体，就给他们设立的，就叫他们守完，叫他们知道你结果就是死。属灵的人不需要给律法，是不是啊？是。就给那个属血气的人，塞住他们的口，律法
上的话都是针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上帝借着律法来干什么？是塞口的，把你口给你堵住，塞你的口，堵住你的口。但有很多人没被堵住，照样还去守，守完了还问，守完了就得犯，对不对？犯完了问了再犯罪怎么办？贼，有这个人千刀万剐都不过分，这个人就把他千刀万剐，把他剁成肉馅儿。也不解恨，是不是？你说这个人糊不糊涂啊？糊涂，糊涂透顶了。这简不简单？简单。圣经的话，这简直太简单了。神就把这件事告诉你，只要守律法，紧接着就生私欲。生私欲好不好？好。私欲去怀了他，就生就废。那废在哪？从哪来的？你看阳上面。你要不守律法，有没有罪的？没有。上帝说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了，是不是这么说的？是。哎，他不听，他不听啊！耶稣在十字架上干干净净、彻彻底底的把律法处理掉。是。处没处理？处理了。因为耶稣说：“我就是律法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了。是。他来了就把那实体显明出来，人还要影子，不要实体的，不要耶稣，拒绝耶稣，要去守律法。新约人跳到旧约守旧约人所守的律法，你说糊不糊涂？这不是一般的糊涂。新约人不守新约的基督律法，去守旧约的摩西律法，对不对？基督的律法在哪刻的？新版上。摩西的律法在哪刻的？石板上。基督的律法是释放人的，摩西的律法是捆绑人的。基督的律法是叫人称义的，摩西的律法是定人罪的，对不对？这两个律法不一样。基督的律法是爱，摩西的律法是恨。基督的律法是和平，摩西的律法是惹动上帝愤怒的，对不对？对。当你手串了一下掉到摩西的律法里，你只有自由一条，因为你没明白上帝今天借着耶稣基督要把所有的律法干干净净的那些个律例典章干干净净的彻底钉在十字架，叫你没有律法好，没有私欲，没有私欲好，没有过犯，没有过犯好，不被定罪，不被定罪好上天堂。那为什么有的人就糊涂到这个程度了？糊不糊涂？糊涂。糊涂到一定程度了。是不是啊？耶稣就做成救恩完不完美？完美，完美。全部全背，全背，全背了。你需不需要人加上守律法？不需要。需不需要人加上行为？不需要。不加上行为，不随便的吗？魔鬼。啊？魔鬼说的吗？魔鬼说的话，对不对？加上人的行，不加人的行为就随便的，加上人的行为就不随便的。那加行为这么多年，神让你加进去了吗？你还犯罪呀？你自己的嘴都告诉你还犯罪呀？谁敢说谁没罪？你，他加行为加没加进去？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证明他加行为加没加进去？他要加进去了，就坏了，地狱肯定有他。他上帝没让让他加进去啊，证明他有点指望。你听明白了吗？啊？他有指望，就是上帝没有让你加进去，这就是你的指望。这律法你没守住，你要守住了，你就自罚，自罚死，然后就进地狱。他叫凡有血气的，一个也不能自罚，就不让你往里加。你想往里加行为，上帝，你越加行为，你越……第二个反应就是什么？我还有罪呀、啊！怎么加行为也没加进去，还有罪，还犯罪呢？他还说他犯罪，你说他加没加进去？天天要过得胜生活，得没得胜？没得胜。早晨交托，
白天犯，晚上就认。你听不听？听明白吗？凡是要加刑他的人，上帝就叫他在这里转，直到转死你为止，对不对？凡是要往里加的，凡是要靠立法正义的，凡是要靠自己肉体绑臂行为的，上帝就叫你在这里转，直到转死你为止，是不是啊？那得不得赚呢？他让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对面属神的人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是不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对信他的人，他告诉你，你走直线，你把后面都忘掉。对不信的人，叫他自己去审查，叫他走什么路呢？全路。哎，叫他走这么个圈路，守、犯、认、习、守、犯、认、习，再守、再犯、再认。在洗，在熟，在饭，在认，在洗，有会员了。手饭认洗，手饭认洗，就这么干。这上帝就叫把它放在这里，就叫磨刀灵疼。你看那车那个轮子吗？那车那个轮子吗？车那轮子这地方叫什么？啊？你看车轮子是不是也这样的？中间一个圈儿，是不是啊？不信你可以看看车轮子。是不是啊？车轮就是围绕着这个转，这点是什么？车轮的轮子那个轴是不是？围绕那个轴在转。你说什么样的人不转迷糊啊？啊，好人就一点从来没有高血压的人转一转，对不对？迷糊啊，就把你放在这车轮上，不用一下就一转转，你就在那上面转几圈就完蛋，就得迷糊。所以这百姓心里迷糊，就不晓得我的作为在这里转，因为他天天要守，他就一定得怎么样犯，只要靠守的就一定犯。因为你肉体软弱，根本守不住。耶稣是要把你从这里手里边出来，叫你进心里头，这叫悔改，对不对？你守你的饭，上帝叫你离开饭，不饭，你不守就不饭，你不饭了也不用认，不用认了他就干净，也不用洗，对不对呀？对。神就证明他们就在这里头，就什么，这叫什么呢？驴拉磨，磨到凌晨，是不是？他们踩谁的脚过？踩自己的脚过。他以谁为标杆？以自己为标杆，都要行得好，守得住，行得好，外面肉体行为很敬虔的。结果呢？紧接第二给他就是什么？饭。是不是犯了？犯了他就认，认了就洗。肉体的罪是洗是除？错，错没错？错了。洗本身就错，你本身手就错，手完了你错成又加错，手完了你就得犯，犯完你去认，认完了还要干什么呢？还洗。上帝告诉罪是灭绝，叫你不在罪里头。他去洗去了，洗本身就错。耶稣的血是洗心，他往哪儿洗？我懂了，傻不傻？傻。这叫错上加错。上帝就证明他，就在这里头这么转圈儿，转死他！上帝对百姓说的话却要说：你们要忘记背后，不用回去审查审查。你不在自己里活着，不用审查自己，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不是？叫你把背后的东西忘掉，
不管做好做坏，你不在我里头做，你不用省察我。是。你省察有没有信心，在不在基督里省察这件事儿？是。不用回头天天去做一个年终的总结。昨天做好没好？回头看，你回头完不完了？完了。神告诉你，对罗德一家告诉不要回头，只要往前看，只要一回头就变严重了。嗯。听没听明白？明白了。他总回头，你说，回头好是不回头好？不回头好。不回头望着标杆直跑，才能跑得快。对。你说这怎么都踩自己的窝，驴蹄子。嗯。驴走末道凌晨，是不是都踩自己的脚窝？是。但我们望着标杆直跑，这条路是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是耶稣走过的路。望着标杆怎样？直跑。直跑，跑。这头十点是基督，阿拉法是基督，欧贝加还是基督。望着标杆直跑。阿妹。忘记背后。谁让你回头了？谁让你去审查起来哪边犯罪了？查呀，查罪呀！甚至有查老祖宗三四代罪，你老祖宗犯的罪，你怎么知道呢？查罪错不错？错。查罪是在肉体里查，是在生命中查。在肉体里。都在肉体里查，查我犯哪个罪了？哦，查完这个肉体的罪了，耶稣基督血洗肉体啊！啊，你看看圣经哪一个就查自己的罪，从老祖宗三四代往下查，哪个查了？赎罪、查罪、倒空、认清，错没错？错了，已经错了。那就个人了。你说他怎么糊涂到这个程度了呢？而且不是光中国，外国也有，也这么干。有一回在越南，有一个给我发来信息了，他说：“王弟兄啊，那我天天犯罪不查罪不行。”我说：“你都跑越南去了，你肯定是中国人，跑越南，你怎么也跟中国一个种呢？啊，谁留的种呢？是不是啊？这些人像留种，像一个爹妈一个妈生的是，是不是都出血气的？是。”你这没人种，年年收是不是啊？连种都没种，就是生这东西，就血气的人，一说话就血气，是不是？一说话就属肉体。神有没有应许？既是出于恩典，不在乎人肉体的行为。有没有应许？有，有的是应许。我在圣经里找一大堆的，有的多的是的这样的应许。要在乎你的肉体。你告诉我，你能活着吗？不能。你能上天堂吗？不能。你能得永生吗？不能。你是没办法得永生，神不在乎你，你才能够今天在主的恩典中活着。所以他对属他的人告诉你，你们要把背后的怎样忘掉，努力怎样面前望着他的标杆怎么跑，直跑，不是圈跑。圈跑你永远跑，你圈跑总就是跑到十点，你从这个跑到十点，以色列就这么倒闭荒地了，累死了。你是绕道行走，是不是就绕道行走？跑来跑去又跑到原来开始跑那地方，跑来跑去要跑回那地方，这能跑到终点吗？跑不到。跑死你！以色列为什么都倒闭荒地？就是跑死的。四十年之久，他们从来没直线跑。都是怎么跑的？转圈跑。你说那应许，那迦南代表应许，是不是？嗯。今天我们所讲的救恩，是不是上帝的应许？是。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是不是应许？是。你只要信他，就不被定罪了，你不用认罪，因为你只要信他，他就不被定罪了。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对不对？对。这是不是应许呢？是。他跑后边去审查去了。都踩自己的脚窝，要以自己为标准，要以自己肉体的行为为标准，不进到基督耶稣，以基督为标准，是不是啊？信心信神是以基督为标准，靠手是以自己为标准。神就叫你看见今天你自己为标准，你今天你的肉体完不完全，能不能犯？最后犯没犯？犯。犯了干什么？对呀。
早晨浇土，白天翻，晚上针。早晨浇土，白天翻，晚上针。你告诉我，他早晨浇土的，上帝听没听？没听。他怎么教的？主啊，你保守我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犯口舌的罪，不犯言语的罪，不犯心怀意念的罪。在哪里求？六七零。在行为里求，是不是？在行为里求，能不能得着？得不得？妈妈说，妈妈说，第九章，在行为里求，能不能得着？我们看31节，在行为里求啊，在行为里求属旧约属新约，旧约。在行为里求属律法属恩典，律法。律法，慢死我走了。找到吗？31节，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是不是？只凭着行为求，不凭信心，只凭行为求。他们真跌在什么地方了？绊脚石上，一下就跌在绊脚石上。跌没跌？这块石头谁要跌上去会怎么样？摔得粉碎。跌了粉碎，亲眼观察。神就已经告诉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看谁能跌上去啊！看谁能往上跌，有没有跌上去的？有，一定有跌。对，跌上的是多是少？多。犹太人就跌上，外邦人永远跌上去。没有。没有吗？有。今天教会外邦的教会的牧师、长老那些个在宗教里活着的，跌没跌上去？跌上去了。放一块绊脚的石头，什么叫绊脚的石头？就是人理解不了，不承认。耶稣来了，耶稣做这个事情，人不承认，成为绊脚。他做什么事情都成为人绊跌的缘由，对不对？爱弟兄没有绊跌的缘由，唯有那些不重生不得救的人，没有真正得到真道的人，就绊跌在道理上绊跌，我怎么也理解不了。你说咱们没有行为那能行吗？有行为是你的行为吗？是你家的行为吗？还是神圣灵的行为？还是圣灵在你身上把你的脱掉换上基督的行为？你的行为是神的行为啊？你说这糊涂到这个程度了怎么着？那是人的行为还是神的行为？神的行为。神的救恩应当是神的行为，圣灵住在你心里就是要更新，更新那个行为是超越人间的行为，对不对？那他现在不理解，这是不是绊脚？绊没绊上？绊上了。已经绊上了，人家下套他往里钻，人家下坑他往里掉。这样人，你告诉我是聪明啊还是愚拙？愚拙。是精啊还是傻？傻。一定是傻的。他就在这天。他晚上认罪证明他交托，白天交托，上帝管没管？管没管？没有。保没保守？没保守。没保，因为他正正跌在什么地方了？他凭什么求？行为求，不凭信心求，是不是？这就是跌绊脚石上的原因。上帝教我们凭信心求，是不是？你看什么叫凭行为求？凭信心求。我举个例子啊，主啊，你给我信心，叫我守住律法。你看，好像有信心，这是不是信心？不是。叫我守住律法，守律法是对是错？错。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为什么？就是的。主啊，你给我能力，叫我守住律法。凭什么求？守律法是行为，对不对？主啊，你不叫我的口舌犯任意妄为的罪，你不叫我犯心怀意念的罪。你规正我的行为，在哪里呢？主啊，你叫我好好活出基督。主说你应当死，你要只要活就活不出基督，你应当死去，你快死去吧，你跟基督同死同埋葬。不，我要活，我就要活出基督。
你说这个人傻不傻呀？傻啊！上帝告诉你死，用信心跟基督同死，别活。保罗说：“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基督进到你心里要帮你活着，还是你自己活着？基督活着，基督活得对，还是你活得对？基督活得好，是你活得好？这是傻瓜，你非要自己活，是不是啊？还有一个祷告的，那祷告，主啊，我靠自己就没办法活出你。”请你给我信心，与你同死同埋葬，从现在开始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凭信心求，对不对？是蒙不蒙悦纳？蒙悦纳。这像馨香的供物陈列在神的面前了。自己不活，让基督活，这叫谦卑。自己使劲活，要活出基督，这叫高傲，这叫骄傲，这叫自高自大，是不是？是。除非没长脑袋，只要长脑袋、长心的，能不能听懂？能不能听懂？凡有耳可听的，就让你听。这是明明显显的圣经的真理，对不对？今天是靠圣灵得生，你要圣灵，目的不就是靠圣灵得生，要靠圣灵行事吗？前面靠圣灵，后面还要靠圣灵。是。你最后靠肉体去成全的，傻不傻？傻。这能成功吗？这只有失败，是不是？是，你信这个。因为这律法谁也碰不得的，谁要想守律法去称义，那比登天还难，这是不可能的。上帝说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句话果不果断？果断。绝不绝对？绝对。绝对的，神就绝对完，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已经否定了。一个没有，一个也没有。主啊，你保守我守住律法。你看看这个人，你看这个人在哪里了？你保守我守住律法，不能不守律法。那律法都是你公义的律法，我要守你公义的律法。公义是刑法，守不住就得刑罚，这叫公义。慈爱是上帝的怜悯。你没有律法了，你就算有罪了，上帝说我按照律法待你了，不能定罪了。因为神给你立的约就是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神给你立的约就是说不再纪念你的罪前和你的过犯。你只要脱离律法，上帝说你有罪了，我不算罪了，行不行？咱俩立这么个约行不行？你只要有律法，你只要有过犯就算罪。你要没有律法，你有过犯不算罪，咱俩立这么约行不行？可不可以？可以。能不能达？能不能达成协议？谁要跟你签订协议，行不行？行。你只要靠着我的儿子，我把我儿子拆到人间为你死了，把你的罪赎了，把你从律法赎出来，你只要肯顺服，脱离律法，你有过犯也不过犯。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什么过犯。没有律法，罪也不算什么。这是不是上帝跟你语重心长的？说的话，对不对？对。神就这么劝你，看谁听，看谁今天不听。谁听呢，就得活。你们靠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应当趁上帝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意念都得除掉，那想法除掉。你思维除掉，你的意念除掉，你的逻辑除掉，你的打算除掉，你的意念全部都得除掉，你所走的道路都得除掉，才能归向上帝。上帝必广行赦免，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能引导。阿妹，你这才走一条平安的路，把你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去。否则的话，你能跑出去吗？有的人就喜欢死的。是不是长了一脸的死相？你守律法不是死相吗？啊，是不是死相？长了一脸的死相，就想死。死好是生好？生好。那么有的人为什么这么糊涂呢？你这么跟他讲，完好错了。我错了是他错了。他错了。因为事实证明，一代一代这些人都得过去。
后来的时代人都会评价，对，对不对？对，后来的时代一定会站起来，有人站起来评价的。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来有许多人出来做见证，神会兴起许多人做见证，做这个道是真的，是不是？神会兴起许多人来见证今天我所讲的道是真的，因为这个道传到网上不能丢，世代都要流传下去，对不对？对，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日子，神会给这个道做见证的。神是永不死的神呢、啊、神会兴起另外一些人再为这个道做见证，证明这个道是真的。阿门。阿门。这道是真的，不是假的。是。这道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的。阿门。好不好？好。就在圣经里头，你随时随地我所讲的道，在圣经里查考都能查到。在圣经里能查到的是真的是假的？对对对。神说今天不能靠律法成义，在圣经能不能查到？能查到。能查到。神说我们今天专凭信心，靠着圣灵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不靠自己在活着，靠基督耶稣在你里面活着，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不是真理呢？是。这真理是永不能退却的，这真理是永不能褪色的，是不是？它越久越真，它越久人传的越多，越广越真，信的人越多，那么上帝就因着人多感恩就格外的增多了，是不是？是。邪不压正，那些传邪道的传假道的人传异端的人把王耀浩定成异端了，上帝将来给不给他们定成异端？给他定异端。等这个时代的人都过去了，上帝就兴起另外的人给他们定异端，这都是异端。听没听懂？听懂了。因为他要靠立法成义，是不是异端？是啊。我告诉你什么是异端，凡跟上帝所漠视的真理不同的叫异端，义是不一样的叫异端，对不对？对。那么今天我讲的是上帝漠视的救恩呢、啊、神不让你守立法是怕你生私欲，对不对？对。私欲去怀胎生出罪，罪去长成生出什么？是的。是的。神不叫你守立法怕你转圈跑，以色列就这么跑，以色列颁布完律法就开始这么跑，从西乃山颁布完律法就开始这么跑，加底斯巴尼亚以寻加别摩崖地，是不是、啊、就开始跑上了，就在摩崖平原的附近那个地方就开始加底斯以寻加别加底斯以寻加别摩崖平原加底斯以寻加别摩崖平原就开始跑，跑来跑去都倒闭旷野了，一个也没跑进迦南，迦南就离他一个边就是一脚就踏进去，就离隔一个约旦河，是不是、啊、就一脚踏进去，那代表应许，今天的应许在圣经里一眼就看到了，就跟那个约旦河的河一样，容不容易过去？很容易过去的，但他们就没有抓到应许，就在哪跑？就在肉体里跑，就在旷野中间跑，就在上帝不是应许的地方跑。我们今天要跑跑应许之地，好不好？好。神告诉你过迦南去得那地为业，这地是耶和华赐给你和你们的后裔永远为业的，是不是应许之地呀、啊？是。那么今天圣经有没有上帝所给的应许啊？有。当你看见应许了，你才能得到应许之地。当你看见抓住应许了，你就是得到应许之地了，是不是啊？嗯，神应许多的是啊，在圣经里很多很多的应许。对不对？没错。嗯。那么为什么会有人抓不住应许呢？为什么会有人抓不住呢？这么多的应许没抓住一个，都让他跑了。是不是啊？方法不对，是方法不对。对。方法不对就产生不对的果效。上帝从天上降恩雨了，降一百个恩雨点就往地球上降，有的人都看着雨点就掉下来了，不往自己的头上接，躲开了，别人来帮你接上，有没有？有没有？有，躲开了，是不是？一百个恩雨被你接到一个，你幸不幸运呐、啊？幸运，太幸运了。
那叫恩语呀、啊，啊，那叫做王的语啊，那叫承受产业的语啊，对不对？从天上降下来的食品是将来能够承受产业的，对不对？对。人为什么今天躲避上帝的恩典呢？你看恩典的道就躲避，因为他讲律法讲惯了，他讲惯的人是躲避道。一看有恩，上帝给应许的话，你马上躲开了，不看了。这能进去天国吗？他不进去，他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让不让？他也不让，拦住他，你别去啊，别听啊，那是异端，你别听了。你听着不听进天国，你不听就下地狱了。你不听好，不听下地狱，咱俩一起下地狱，行不行？你看这人将来有没有祸的？有祸了，祸祸大了。耶稣就说这责备那法利赛人，他把天国的门堵住了，光想着叫弟兄姊妹给他奉献，光想着叫那些百姓给他奉献，不想着这些百姓将来灵魂往哪去，去不去不管重要，只要给我奉献就行，是不是啊？赶上这个地方有个朱山运的，那你不让他纳十一奉献能行吗？我说不让他纳十一奉献呢，他有甘心乐意，被圣灵感动，你把他带到正道，正道上，他被圣灵感动，不按律法来奉献，按照恩典来奉献，好不好？好。恩典奉献的多不多？多。只要圣灵感动，你就奉献。是。对不对？对。不是没有奉献，而是比律法下那个十一奉献多不多？多。多。律法下是强逼着你，你不奉献，因此以下的咒诅就比临到你，因为你是害怕。你才奉献，恩典下不是，因为敬畏神，因为我被恩感了，我得到救恩了，我被恩感了，感动着你奉献出去了。对，所以穷寡的奉献，穷寡奉献，奉献多少？两个小钱，是不是全部奉献？是。恩典下的奉献它是全然的，律法下奉献是少部分的，哪个好？被圣灵感动就奉献，被圣灵感动神就你不消灭圣灵感动，圣灵一感动你被恩感了。你就奉献，这是不是奴仆的奉献？这是儿子的奉献。对，儿子因为孝顺父亲，被圣灵感动了奉献。对，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了。不是奉献，而是奉献。而往往我到一个地方一讲十一奉献，有的一开始听完好听讲到真好，一讲到十一奉献的时候就不接待了，下午不接待了，因为你讲十一奉献断了我的发财的路了。对不对？我不讲十一奉献不一定没有奉献，相反比十一奉献还多，听没听明白？教会的弟兄姊妹以甘心乐意的被神感动的奉献出来的，好不好？这是蒙神悦纳的祭，是不是蒙神悦纳的？是。感谢神的恩典。好，我们再看刚才我们查到了犹太人正好正正当当的掉在绊脚石上，对不对？因为他凭什么求？因为求神今天把律法成全的完不完备？完备。完备。有没有把其他的十条诫命留下给我们守？没有。没有。留没留下？没有。没有。别的我们都不守了，就守十条诫命，对吗？不对。你怎么知道不对呢？这有没有圣经？有。昨天我讲诫命来，罪就活了，我就死了，这是不是证据？还有哥林多的后书第三章是不是证据？刻在石板属死的，是不是啊？是。咱今天是手那刻在石板上，是要那个新板上，要新板上的。石板上是十条诫命，律例典章都没有刻在石板上，唯独十条诫命刻在石板上，所以在石板上的就是字句，你守字句得不得死？上帝让不让你守？你守字句呢？不知道。我们看，咱们先看第三章第三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三节，你守不守刻在石板上？你还是要刻在新板上的。你要守刻在石板上，证明你在旧约在新约里。
啊，老哥们，第三点，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听没听明白？你要石板上，要心板上的。明白了。石板上面是不是十条诫命？是。可不是律例典章，对不对？是十条诫命刻在石板上的，是不是？不是写在石板上，是否定的意思。乃是写在心板上，是指基督已经住进我心里，对不对？再往下看，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经意或者圣灵的意思啊，因为那字句是叫人什么？刻在石板是不是字句？是。刻在心板是不是心意？是。经意就是圣灵住进你心里，宽乎里面经意，或做什么？圣灵。圣灵。对不对，弟兄姊妹？对。咱们现在手是手刻在石板上的，还是刻在心板？刻在心板上的。刻在心板是基督圣灵，对不对？对。刻在石板上是十条诫命。今天十条诫命被没被耶稣基督成全？成全了。律法被没被耶稣成全？成全了。耶稣怎么成全的？律法的一点一划一划一刀全部成全。什么叫成全？有字句变成经义，这叫成全，是吧？有石板变成心板，这叫成全，对不对？有定罪的变成诚意的，这叫成全。有恨变成爱，这叫成全，对不对？对。由属死的变成活的，这叫成全，成没成全？成全了。现在基督进没进你心里？进心里了。基督是不是律法？是。是。他是基督的律法，对不对？对。基督的律法和摩西的律法有什么区别？加勒泰书。基督律法是爱，对不对？摩西律法是恨，所以犯了拿石头打死，不怜悯人。对不对？基督的律法能不能打死人？犯了能不能打死？加勒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这一节经文有好多好多的人就把它解错了。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生，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律法和摩西律法有什么区别？摩西律法是帮你守的，基督律法是叫你守的，是不是？基督律法是不是爱？看摩西律法，你靠摩西律法行不行？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三十九节，小队们，你守摩西律法，你是要死的，你是要灭亡的，你是要下阴间的，你是要下地狱的。我先告诉你，愿意守摩西律法的人，你如果不看圣经，你非得死的。我给你查考的，这是绝对的应许，绝对上帝所在圣经里告诉你，你不能靠摩西律法。找到吗？三十九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能称义的事上，你靠摩西律法能不能称义啊？不能，不能。一切不能称义的，摩西律法所有规定的一切不能称义的，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信靠这人是哪人？耶稣基督。耶稣是不是律法的总结？是。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能称义的事上，信靠主耶稣基督就都得容易了，对不对？对。我先看。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呐。
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光看，要惊奇，要灭亡，这非得死人不可，对不对？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耶稣上十字架时行的这件事儿，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是总是不信的。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找到没？第一节，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保罗要以色列得救，证明以色列得没得救？当时没得救，所以我要以色列得救。那么以色列他神的选民怎么还没得救呢？啊，说明他今天没接受救恩，把耶稣钉死了，是不是？是，不要耶稣了，要律法不要耶稣，要影子不要尸体，对不 对， 对，要死的不要活的，要守的不要信的，是不是？基督的律法凭信，摩西的律法凭守，基督的律法是望，摩西的律法是失望，基督的律法是爱，摩西的律法是恨，基督的律法是释放人的，摩西的律法是捆绑人的。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就脱离了律法。摩西的律法是捆人的，基督的律法是释放人的。你要哪个？你要自由的，还是要被捆绑的？除非你没有心，你要有心，我今天跟你讲的，刷你就开。凡有耳可听的，就是你要听，好不好？听不听？听。听谁的？你飞的。往下看。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犹太人有没有热心呢？在哭墙上哭的，敬不敬虔？哭不哭？守律法守的严不严？严。严严的守律法，是不是？死守谨守，有没有热心呢？这跑那天也跑啊，今天教会中间那些没明白救恩的人跑不跑？也跑啊，做主更，甚至有那女的颠着颠着背着包做主更去，她压根没明白什么叫主公，她所做那个主公，主记不记你？不记你，她连救恩都没明白，除了抵挡救恩就是抵挡救恩，还做主公呢？你看这个人，往下看，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情，但不是按照真知识，是不是真知识？不是，这是保罗已经否定，因为上帝就拣选到守律法守最好的保罗，守的好不好？神就把一个最好守律最完全的一个挑出来，叫他自己来否定自己守的律法。亲自叫你来，保罗你出来来，我就叫你来否定你的律法，我就光证完了之后否定你从前说的守的最好的保罗都否定了他自己守全的，那些守的不好的还不否定吗？神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啊，那专业守的保罗都不守了，是连我们也不守律法。嗯，那么你还守吗？你这些业余守律法的还要守吗？那些专业的大狙击手叭的打偏了，专业的职业狙击手打偏了，你这个业余跑那些瞄啊瞄叭的打的靶连靶都没打上。真让你看看保罗守律好不好。他说我在律法就律法上义我是毫无指摘的，守得这么好最后我都得放弃。你们这些守得不好的还不放弃吗？还要死啃着死了守的律法吗？谨守的律法吗？啊，放弃是因为上帝的义不在律法以内，你不放弃干什么？放不放弃？放弃。放弃不等于怎么样废掉律法。你去守，守不住叫废掉律法，守不住你还不死。就像什么，我今天我挪开这个地方不走这个红绿灯这个地方，
我不等于违背交通法。但我今天有很多人走这个地方还不守那交通法，还闯了红灯还不交罚款，还开着车就跑了，这叫废掉交通法，对不对？我闯了，我头前面闯了，我交罚款了，我也怎样也扣分了，是不是也记分，记了六分，这叫不，这叫不什么呢？这叫不废掉律法，这叫不废掉交通法，听没听明白？我交完了我没废掉啊，我又不交我躲避了，这叫什么？废掉了，废掉了，听没听明白？你聪明的人总以是不是聪明为师，愚拙的人总以愚拙为师，他总感觉他自己很比别人很聪明的，在这个上面是不是在这个正道上面的的聪明和在人间的聪明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你能做买卖，你能够是不是你在人间有交际，有方法交际，是不是治理家业都很好，但不一定在神的家里你就聪明有智慧了，是不是？那这个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不是人间的智慧。这道你看，你乍看圣经黑白纸上写的黑字很麻烦的，看不懂的。如果律法恩典不分开，你就永远不明白；光明黑暗不分开，你就永远不明白；狼和羊你都不分，你永远不明白，是不是？今天你不知道这件事是上帝做的，你总想我要做点事讨神的喜欢，你永远也走不出来，你永远走不出来，听没听明白？明白了。你不知道是耶稣做成现成的，成全完了，我去接受那个成全完的律法，就是基督律法，对不对？对。那么今天很多人没明白耶稣怎么成全律法，耶稣说律法的一点话不能废掉，都要成全，不废掉你犯了罪，你应当死，这就不废掉，你犯了罪，你还在那活着，下午再犯，犯了洗了犯，你傻呀你啊！你这叫废掉律法的。听没听明白？什么叫不废掉？我们从前犯了律法了，跟基督同死，废没废掉？没有，没有，这叫成全。他死你就跟他死，凭信心死，好不好？这叫成全律法，不然就不叫成全律法，乃叫废掉律法。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那段经文是实实在在的奥秘。我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成全完的律法，我接受耶稣，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我只有接受基督我才算成全律法者，不然你就永远不算成全律法者，是不是啊？往下看第三节，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犹太人是不是立自己的意啊？对，他知不知道神的意？不知道。不知道神的意往哪立？往自己身上立，用律法，用自己守住律法，先别犯罪啊，诚意啊，别犯罪，诚意，守住诚意，对不对呀？对。这叫立自己的意，不服神的意。你不服神的意能进天国吗？服神的意才能进天国，不服神的意进不去天国的，对不对？对。神的意不在律法以内，你守律法白守吗？神的意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你不上律法以外去找，你跑律法以内去守，白守，白忙活，白受苦。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吗？难道果真是徒然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的，是因你们听信福音的。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傻不傻呀？傻。真傻，不是一般的傻。对，不是一般的傻。往下看，律法的总结就是谁了？基督。总结来总结去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了。这个义是得着的，这义不是守出来的，不是赚的，不是挣的，是得着的，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的，白给的，赏给的，赐给的，不是我赚的，好不好？好，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律法的一点花没费掉，都成就在你身上，使律法的成就在我们这
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成就在灵人身上了。成就在属灵的人身上，将来属灵的人就进天国了。耶稣来了，这个身体显明出来进天国了。不成就在他身上，成就在他身上。我不属肉体，我乃属圣灵的。人要没有基督的灵，他就是属肉体的，他不属圣灵的。圣灵要住在我心里，从此以后我就不属肉体，我乃属圣灵，这叫属灵。不是你说几句属灵的话就属灵了。我天哪！啊，你以为说几句属灵话就属灵？你没有基督的灵，你就不是属圣灵的。上帝看你有没有基督的灵，你再律法下有没有基督的灵？没有。没有。昨天我讲过了，必须他把你从律法使用出来，得到儿子名分，神态正式差遣圣灵进入你的心，呼叫阿爸父。你还在律法下，你哪来圣灵？出血记了，出血记就生私欲，私欲怀胎生出罪，罪子长成生出死，就天天在死里头，天天在罪里头，是不是？能好不能好？能好，一辈子不能好，这样人一辈子都不会好。但今天有一个指望，就是你在听我讲道，现在网上去道传上去很多很多，好几千讲你不听，有的人不听道，是不是？问问那个杨弟兄，你说王弟兄讲的道到底对不对？你死人呐，对不对？你不会听听吗？你里边没有圣灵吗？以后问问这个他到底对不对？在网上都有这么问的。就在那往攻击我的下面那个评论上都有问题，你说傻不傻？傻啊！他就问人去，他不问神，他问问这个，问问那个，这就说明他压根没有详细查考圣经，也没有详细听我讲道，详细坐那听我讲道，没有一个不明白的。是。不明白，只是那些糊涂人，是跟人跑的，是不是啊？是听人话的，不听神话的人，这些人他不明白，是不是啊？是。那么今天上帝要把谁的义呢？你们靠摩西的律法，这是摩西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这人呢是基督的律法。这人就是基督，基督本身就是律法。我接待基督就等于接待所有的律法，我接待基督就等于成全所有律法，因为基督在十字架把没把律法成全了，成全了，把精义成全在爱的主体上，把自己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其实上帝要的就是精义，律法一点一划不废掉，这个不废掉是不废掉精义，不是不废掉自己，因为自己是叫人死了一定得废掉。那精义是叫人活的，精义不废掉，精义总结来总结去，总结成基督了。你把基督接受进来，等于律法，所有律法一点也没废掉，一块也没废掉，都成全完了，都进到我心里去了。接受基督就等于接受律法，不接受基督就等于违反律法，接受基督就等于成全律法，不接受基督就等于不成全律法，就等于废掉律法。听没听懂？听懂了。谁在问你律法的总结是谁？基督。律法是基督的影子，基督是律法的实体。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奥秘，你去死的时候律法的，你说你还能好吗？谁还救你啊？啊？你。呼天天没有门，入地地没有门了，是不是？你管谁求救呢？耶稣做成的救恩你不要，你非得要自己靠律法成全你。基督不成全你能成全吗？啊，你能不能成全？基督在十字架成没成全律法？成全了。律法的字据哪去了？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律法的精义成全在爱人如己上。神就是爱，基督就是爱，把基督接受进来就是爱。律法主要表明的就是爱，就是神的爱，就是永恒不变的爱，不是人的爱，是天上的爱，是属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是人测不到的爱，是人测不透的爱，对不对？对。有了基督就有了爱，没有基督什么也没有。对对。你想爱吗？使劲要求爱，都在哪里要求？肉体里。那肉体里有爱吗？没有爱。使劲要行善，
在哪里行？在肉体里。在肉体有良善吗？没有。使劲要行。在哪里行？在肉体里。在肉体有义吗？可以。要有义，耶稣基督还用把义加给你吗？那不用。这因为你没有义，你不称。对。所以耶稣加给你，你还不要。你还不称，加给你还不要。你说笨蛋不笨蛋？笨不笨蛋？大笨蛋。那溜达鸡下的蛋，地上那溜达鸡下的蛋叫什么蛋？笨蛋。笨蛋。笨鸡下的蛋都笨蛋，对不对？然后那个没有公鸡下面的蛋抱来，就是母鸡抱它。孵化，孵化来孵化去，孵化的混蛋，最后孵化混蛋到一定程度就臭蛋，坏蛋，是混蛋了。你里边如果没有生命，最后走来走去就是混蛋，这不是骂人啊，这是真的。你混到什么程度？你连好的坏的都不分了，是不混的？你会攻击，被魔鬼利用攻击真道，拒绝真道，是不是？接受讲道了。听没听明白？犹大跟主几年了？三年。最后接受法利赛人收买，是不是？多少钱收买的？就把耶稣就卖了。混不混蛋？混蛋。笨不笨蛋？笨蛋。傻不傻瓜？傻瓜。就30块钱，对不对？少不少？当时30块钱能买一个奴隶。把耶稣基督当一个奴隶给卖了，得不得死？杜甫崩裂了，活不活该？活该。肠都出来了，活不活该？活该。活活上吊勒死了，活不活该？活该。他就得那么死，因为他不属神。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了。一同来闭目。亲爱的圣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来查考你的话。你的话真好，真是甘甜。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就如同看见了你一样。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得以通达。你的亮光是向义人散布的，你不向罪人散布。今天将你的亮光散布给我们，我们的属灵的心窍可以开启，能以明白你从创立世界以前就给我们预备的恩典。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配受赞美、配得荣耀的君王，你是被杀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了。你今天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了，我们等候主你再来到接我们到你那里去。我们的心怀喜灵快乐，听见你的道，我们的心灵就得以渐渐地苏醒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的可爱可亲。我们愿意伏在你的主权之下，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当你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都已经乐开花了，我们跳跃如同母鹿一样跳跃。阿门。我们今天接到你的救恩，使我们的灵魂得救。阿门。使我们的灵魂再不下阴间了。阿门。因为你爱我们的凭据就在这里。阿门。今天这救恩是何等的全备。阿门。我们今天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阿门。求你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走出一切的困境。阿门。是不明白的得以明白。阿门。是预定拣选的儿女都能听你的真道。阿门。这一小群，使他们在你面前都能听明白你的话。将得救的人数加增给这里的教会，与这里的弟兄姊妹同在，与这里的工人同在，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使他们常在你的爱中，常在你的恩典中，使他们不失了你的恩。听我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了。